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格子里实施战争模式奥特曼大战怪兽啊。那么这一期我们的擂主依然是我们的胜利一方啊，上期继续胜利的一方擂主，闪电客栈8000名。这一次我们挑战方答应过大家的啊，出动的选手是泰塔斯联合张伯特啊，上次宇宙警备队他那两个好兄弟失败了，这一次我们的张伯特配合我们的泰塔斯来挑战。大家看一下泰塔斯这体型比我们的怪兽要大多了啊，比张伯特也要大多了，看起来就很强啊。好的，我们张伯特和这个泰塔斯合计是6000名，闪电客栈8000名，大家觉得谁能获胜呢？觉得泰塔斯和张伯特能获胜的，评论区预测打1%；觉得我们的闪电客栈能继续获胜的，评论区预测打1%。话不多说，直接终结线开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线的形式啊，中间线的形式，大家看到没？中间线这里怎么说？泰塔斯，哎呀，泰塔斯冲到了！哎，我刚说泰塔斯冲到了闪电客栈的前面，什么情况？又被闪电客栈打回来了！哇，双方打的有来有回，有点东西呀，同学们。看来谁都不让呀！看见了没？中间线一直没有动过啊！中间线一直没有动过，双方都没有进攻的趋势啊！来看一下市区，市区，市区，这一规模的小战斗，闪电戈尔战获胜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。来看一下这里，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是最窄的地方啊，最窄的战斗地方。我们看一下泰坦斯能不能突围过去？怎么泰坦斯走到前面不动呀？是什么鬼？他刚才走到前面去，他没有动呀！你看，走到前面去就躺下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呀？这泰坦斯啊，罩不住呀！这样是花，这样打的话是罩不住闪电戈尔战的呀。好，市区这里没什么动静啊，中间线一直都这个样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好像已经两面夹击了啊，这边好像已经被闪电客栈两面夹击。我们看一下、啊、场外什么情况？场外这边中间线好像中间线也就是这里啊，中间线也就是这里没有动过。但是我们的数量，场上的数量，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数量明显闪电客栈更多啊。市区好像马上就要被闪电客栈给拿下了，朋友们，这外场好像也罩不住了呀，什么情况呀？闪电客栈又要获胜的吗？真的强，朋友们，闪电客栈，哇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闪电客栈居然能连续获胜这么多期，就算数量跟他安排的一样，比他少2000名也会获胜的。因为大家看一下，这优势啊，摆在那里呢。好的，马上就要夹击了啊，马上就要两面夹击了。好，场中直接拿下。这小山坡也是啊，很轻松的会即将拿下啊。好的，那边已经全部拿下了，就只有小山坡最后这一点了，看来结局已定啊，结局已定，毫无悬念，我们闪电客栈又以
什么优势啊？大家懂那个词，绝对性优势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最后给我们擂主一方，闪电戈尔赞，猜二的朋友们，你们又选对了。好，支持瓜牛哥，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